藏卫师、揭摩前的诸位法师、诸位大德，大家好。一位年过去了，丙申年到来，在这新的一年开始之际，敬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，道业增上，光寿无量。每年我跟大家贺年时，都会用上这四句话：诸恶莫作，岁岁平安，众善奉行，年年如意。这是讲老实话，大家都希望得到吉祥快乐，必须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吉祥快乐。怎样才做到诸恶莫作呢？诸恶怎么来的？从烦恼习气来的。怎样克服烦恼习气？无如念佛。所以偶遇大师说，真能念佛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即大布施。真能念佛，不复起贪嗔痴，即大持戒。真能念佛，不计是非人我，即大忍辱。真能念佛，不少间断夹杂，即大精进。真能念佛，不起妄想痴住，即大禅定。真能念佛，不为他其所惑，即大智慧。真能念佛的人，能够看破放下，身心世界都能抛在一边了，还会跟人计较是非人我吗？当然不会了。真能念佛的人，就是在修行戒定慧，就有能力降伏烦恼，乃至断除烦恼。没有烦恼的人，就不会再造恶业，这就是彻底做到了诸恶莫作。啊，怎样才能做到众善奉行呢？无如念佛。佛是佛慧圆满、万德庄严的人，阿弥陀佛又是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，所以偶遇大师说，其知念得阿弥陀佛，数三藏十二部，即则教理，都在理许。千七百公案，向上机关，亦在理许。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三句经界，亦在理许。经上说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我们念佛当下这个心就是佛，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一句阿弥陀佛就涵盖了世出世间一切的善法。所以真能念佛，就是彻底做到了众善奉行。特别在当前这个时代，社会越来越乱，灾难好像越来越多，要消灾免难，常保平安，就要时常念佛，要化解世间戾气，减轻地球灾变，就要时常念佛，要究竟离苦得乐，一生圆满成佛，就要时常念佛。所以在新的一年里，做什么事最好？念佛最好。希望大家
时时忆念阿弥陀佛，心心向往极乐世界，这是最吉祥最快乐的事情。最后敬祝大家诸恶莫作，岁岁平安，众善奉行，年年如意，念佛成佛，谢谢大家。